们现在这个景点是韩国比较一个有名的景点，这个景点很多网红都来过，应该很多电视剧都来这里拍了，就是韩国传统的那种装大酱的那种罐子。哇，这个景点真的是像一个景点，然后还有音乐。哇，这个是拍那个，我很喜欢这个电视剧，李明浩的这个，在这里拍的呀。哇，去看一下，这样来个航拍，我觉得应该真的很美。太美了，再买航拍器。哇，太美了，简直。好看，好看，好看。哦，传统感觉。好宏伟啊，感觉，哇！你下去都可以照得很好。네저기꼭올라가서봐야지전체가다보여요아진짜요여기따라가서네우측으로가면전망대가는길이있거든요네알겠습니다와이거왜好可爱啊老师刚刚说让我们过来这边，哇，看下面，好看，好壮观啊！其实不是好看，就是很壮观，有很多。我们现在要吃饭了，会吃什么？我乌里马方土。这个是我们最后一顿饭。最后一顿饭不要这么说。吃完这一顿，我们就要回家喽。我们今天。最后一顿饭我们吃，不是今天还有晚饭呢，回去还没有，还有最后今天我们吃三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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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班我一，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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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越南，越南，今天我们吃草，谁属兔子啊？你啊？你属兔啊？我属龙，我只吃肉。我也属龙，属牛，咬死你！我喝水，没事，要喝饮料。这个中国话叫就是那个田螺酱，田螺酱，很好吃，田螺酱。然后我没吃过呢，我下次给你做。会我们两个人会做啊？嗯。真的，我在越南做了很多次，我比别人吃，他们都说很好吃。那你怎么不说给我呢？可能太远了。我不嫌远。他坐地铁来，你为了拿吃，我要来。太远了，我靠，真的是，那我为了拿这个一点都不划算。是不是这个要弄一下？哎，你们两个隔多远啊？你们两个很远吧？我们两个开车十分钟。啊，这样子啊。它这个是过去酱吗？还是它是那个豚酱跟那个过去酱一起？哦，这样子。然后还有里面还加了三酱。哦，没吃过，没吃过。包菜可好吃了。哇，这么多菜啊！妈要命了。韩国岁数大人喜欢吃。没有肉呀。有，会出来的。其实这个有白米饭，白米饭跟白米饭包着也好吃。白米饭没上，这么咸，姐姐要白米饭。就是说，只能沾一点。啊，这个很咸啊。好咸，看这菜好咸啊。菜很咸，非常咸。这里的菜是不是都很咸？我们吃的那几顿都很咸。早上吃我感觉咸死我了。早上那个饭好。来吃。但是就是东西还好，是吧？东西还好。好吃吗？这样还好。好吃。哦，来了，把菜放那边去好不好？哎呀，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我们应该去吃孙豆标的骨。可以选吗？可以选啊。这是什么呀？也是那个乌龙，这是拌的。哦。哇，这是什么呀？陈酱鸡给。大酱汤。哦，这个肉也出来了。那个凉白菜，你这个还真的有点苦这个更苦，没有那个吗？没有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给你，他给我拿个这么大一只果包，不是什么香港，找一找，转过去找找，没有没有，给你们，没有，这不你要吗？这不你要吗？不，来一个，拿过来的，拿过来可以吗？没有说不能喝酒啊。马格瑞我们喝不掉啊，一瓶。不然喝不白的。不白的你喝呀、啊。对酒不感兴趣。我喝来。喝了就脸红。那个什么？嗯。是蓝色。我等会上车，并且我喝了吧，我想吐。我觉得我吃饭都白吃了。真的，我喝酒的那种感觉。嗯。好吃。嗯。有香菜菜，那个还不错哎。对，这个是很重的嘛。很重的。不知道。越南人，看你说话就像越南人。你感觉今天吃的好健康啊？嗯，不想拉屎。为什么把这个搞到这里？真是这里面的搞到这里面多好！你不喜欢吃这种拌的吗？啊，你就有你有腥味是不是？没有腥味，我不喜欢吃这种拌的。嗯，好吃，好吃。我们解出来外太开心了，暂时什么烦恼都忘记了。会。